节目啊，就可以掌握到操作方向喽、啊。昨天的节目标题是台股拉尾盘，摩台结算不再跌，真的台股就没有跌了耶。很多人喜欢看哲哲的节目是，我喜欢预告前面。我昨天是告诉你的，拉高结算，我说结算日倒数最后一天会影响结算日当天的走势，所以你要的是一个预告在前面的分析师。董事长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放五天假期了，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休假回来之后是有机会开红盘的呢？是有机会开红盘的，是当天回来怎么涨，我不敢说啦。跟你说四月份会不会涨，我蛮有信心的，真的到16500。为什么？两个东西 ，CPI 急速下滑。第二个，昨天费德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只在升息一码。所以很神奇的是，发生 SVB 银行以后，升息的速度真的变慢了，至少少升几码。所以我说大利空变大利多。今天另外一个新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马斯克欲暂停研发先进 AI， 这个有没有可能降装五件意在沛公？什么意思？马斯克嫉妒他太成功了，他觉得 ChatGPT 是一个可怕的产物，代表一件事，拐点到了，的确到了。你如果掌握住，知道今年是一个 AI 元年，我希望你把握住，赶快一起来赚大钱。